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，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、开放绿色廉洁、高标准惠民生、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理念，推动建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，加强了各国互联互通水平，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，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。中方认为，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，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或彼此取代的问题。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，是互联互通 而不是相互脱钩，是互利共赢，而不是封闭排他。希望美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，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振兴。